因为我们这边木头很多，等下相会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而且现在边界开始会说喽。我看到你们了，好好好，我们在立副的位置。交给交给，啊，你一起合力合力。话太多了，忘记我怎么过来的。你刚刚过来怎么没看到？进迷路了，应该是这里吧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多挖一些铁，等下可以叠副。旁边的铁可以挖。嗯，这边一直直走吗？嗯。对啊，他们说三十三十往那边走，三十三十好，我们在三一正在增加三一四，又亮了亮了，有路有路，我看到你们亮亮的伙伴，是我 ，Yes me， 来了来了来了，哇，营业营业，这边小心有岩浆哦，那为什么要过去？在这里不就好了，那炉子在那边，啰里吧嗦。不是一般说。哇，这边比较不在中心点啊！等一下边界就压过来了。刚刚因为他们在旁边、啊，然后上面有黄金人，都眼睛瞎了。没插火把吗？没苹果吧？没有苹果啊？有啊有啊有啊！繁星有啊？有几颗？繁星山还有吗？我还有一颗。我这边还有一颗。在哪里啊？怎么见的？我插个火把，你可以看到。哦，黑曜石这里吗？对对对，无限水源也有了。好，甘蔗、皮革，甘蔗我这里也有，有我也有，有有，你们就可以做书。好，给你给你。然后不小心把它做成糖。好，我还有。噔噔噔噔。哇，你们要书柜吗？我觉得还好啦，你就做书啊，反正铁应该蛮多吧，继续烧铁，继续烧铁。嗯，烧铁，烧黄金。箱子我有放一些青金石哦，繁星可以用。好，你敢不给我用？请用，请用，我就去当天眼兵喽。尽管用，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啊！雷达怎么全部都防弹呢？没救。嗯嗯嗯。没事。保护。保护。哪里还有煤炭可以保护吧？后面后面路口很多。五等。哦，这里还有。哇，五等。来来来来，冲啊冲啊冲！防弹好像没有用，防弹没用。嗯，这场大家应该都不会有攻吧？不会啊，你也没见识啊。嗯，没有羽毛。可恶，要五等，要五等，三等，三等。嗯。从笼子里面拿东西哈！哎呦，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摔到了？蝙蝠，蝙蝠，蝙蝠！不是没有怪，蝙蝠不算怪啊，它中立生物啊。蝙蝠 QQ， 它想要跟你谁个害而已。只要无灯，我来帮你。不是不是，我要你放上去就不一样了。哦，铁真的好缺。哎呦！要了全身保护衣。铁砧来啦！铁砧来啦！可以多挖附近的铁。可是你们怎么不太够？甘蔗有没有多一个？我这边多一个就可以做一本书。我这里有三本书。不在我这，都在那个营业身上。那你还有多的甘蔗吗？我这边没有了。哦，所以这两个甘蔗没用啊。臭蚊子。谁那边有？谁那边有钻斧？钻斧怎么会有？所以大家都走铁斧，然后我就用锋利一的铁斧哦。好，你铁可以多挖一点，多挖一点，多挖铁，挖挖挖。铁斧锋利，怎么都是防弹呢？这场超容易弄到防弹的。真的假的？我都弄到保护欸。可恶！
谁要锋利一的铁剑？我自己回复。这里也有，多一个。多一个了。所以没有人要用吗？好，那你给我，我去把它叠加。这里有两把锋利一。我先叠了。哎、多一把放里面，大家可以去叠。头保护，小招，等级二才有保护。收金焰有了，可恶，都已经没等级了。赶快再去挖挖。我看到边界来，边界来了。嗯，往这边走吧。好，繁星那边也有用。那个箱子里有黄金，你可以做金苹果，你不是还有一颗？我做了、啊，我、哦、所以还缺一颗，嗯，缺一颗苹果，是要转移阵地咯，嗯，差不多了，好，刚这是李月堵的吧？这石头那边是我堵的，因为刚刚他们都在中间，这里就零零啦，嗯，我看到他们了嘞，阿金右上，看到嘞，很靠近吗？他们还想要再搞附魔哟、哦，我觉得他们一定没有附魔。附魔在我这啊，这里是他们的水池哎、欸啊、，What the fuck？ 他们在楼上哦。对啊，是他们的水池哎、欸。小心哦！那刚刚我差一点点就把它挖开了、欸。我们这样绝对的胜算啊，不得了啊！我们的路在这边，往上路在这边。可以再附一下，再附一下。你下来啊！你去哪里？我在练等。哦，打矿石练等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留了一些什么红石之类的可以练等？我刚挖掉了，一些些。啊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有铁，有铁。烧，赶快做熔炉，回收火把，回收火把。哦哟，玩到玩到转，玩到转。哦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有多三颗？钻斧。可是我就不做台。那做一把钻剑，再多一个钻铲。工作台吗？对，两个。嗯，哎，可是我没有金晶石了。我这里有七颗。有，给你。这里也有十一颗。同步。哦，好多。啊，等级不够。上面这里还有煤炭，可以挖。衣服，保护衣有。哦，等级等级，等级等级，哇！你们这鱼骨啊，他们在鱼骨啊，这是他们的。嗯，两等需要两等。有，这里有煤炭。哦，这里还有红石，有人要等级吗？这里有红石。哎、欸，他们发现了，他们说往下来了。好，好。欸、我都，他只有给你多一颗金苹果。好哦，哦有金苹果。你们有谁是没有锋利二的铁剑、啊？我是拿铁斧锋利一。反星，你剑是什么？锋利二。嗯，好。差一点点烟子，他们快下来了！可恶，等我下。再烧，再烧，再烧，再烧！你捡，你捡，你捡。他记在哪里？我在找东西。这边，他记，他记，那边。来，这边，这边。要来了，要来了。这边。很靠近哦，很靠近哦。你们有水跟岩浆之类的吧？哦、有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干！经验熔炉，熔炉有些烧好的，你拿。还有没有铁？我要弄铜子。有，来，铁在这边，我铁扔出来。哎、欸，都在他进那里，他们下来了，他们下来了。吸到了吧？你吸到了吧？你吸到了吧？有，他们下来了。繁星等级还很多吗？没有等级。哦，我想说有锋利二的铁剑可以组。他们要下来就打、啊。他们估计应该是想要用那个啊岩浆烧。我觉得我们这下面可以挖大一点。哇、嗯哦，有了，有我在挖。对，挖宽挖大，然后就把他们挖下来。巧克力小心不要往后走，会掉下来啊。啊哈。哦，直接爆了、欸，爆了。喂、
我来看可挖人哦。嗯。对，我也爆了，搞爆了。哎，差一点点。哎呀，可惜，真的，小心哦，会不会放铁针？不知道。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挖到他，可恶！银江哦，银江，小心哦，散开喽。哎，都堵起来了。啊，留一个孔。喂喂，你好，下来喽。谁？下来，哇！掉了，已经直接把它吃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小心！我先下来，我是耶，下来喽！杰克，破他盾，他破他盾破了，是。有一个在后面了，在后面了。挖他！小雨，烧死你！小雨，烧起来！挖他！啊！哦哟，剩最后一个！烧死你！啊！都是水！有苹果掉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岩浆在上面喽。啊好，把它挖下来。哦，下来。下去了。喂，砍他，不断砍他就可以了。战力差太多了。哎，岩浆。没事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就没铁了，就做金镐哈。巧克力头上，巧克力头上。哦呦，你干嘛？你坏坏。啊，是我自己烧自己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有死啊！来，上去吧。好，我来。噔噔噔噔噔。各种把你们挖下来，难受，都已经全套附魔啦。我们就是猜到你们在附魔，想说，哎呀，干脆下去找你们了，反正我们赢不了了，没有装了了。我们附魔附的超开心啊！对啊，你们地表有找到箱子吗？有一个，有什么？两个钻石，然后一个苹果。哎呦，我们也差不多，我们只有找到两个箱子，所以有五颗钻，五个钻石，嗯，哇，好多，都还是在地底去找，对啊，没有附魔相关的啊，我们没有蜻蜓石，你们有甘蔗吗？有啊，可恶，我们还想说我们打很多甘蔗，还不够多，光芒有打。青金石，我们在地下狂挖，终于找到了，赶快上去！真假，我一颗青金石都没看到、啊，我都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算了，我们上去找你们，啊、算了，你们全部在地下想歪了歪的，以为你在附魔。哦哟！没了。滚烫希望。是什么？没有，刚刚他们有没有？我们有用岩浆烧死他们。当我拿起刀，就是要切蛋糕。对啊，小雨蛋糕。哎，我小蛋糕高。没有掉下去，掉那个太尴尬的地方。就一个角落。他说：“而且旁边还是有岩浆的小角落。这地方该怎么办呢？”来，再来。看一下哦。感觉没有怪就好不过瘾。然后有怪就被怪打爆。来上厕所，开箱箱。喵，猫咪。嗯，我没有开箱，它自动帮我开箱吗？嗯嗯，刚刚还有16个，我再登进去看，变3个，真的假的？箱子就吃掉了。吃掉了。